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啊，拜忏的忏文上说啊，愿一切众生啊，闻我的名号，皆生欢喜心。这句文很有意思，听到我的名号，生欢喜心。这个后边的文又说嘛，别人看见我了，生欢喜心。是前世见人欢喜故，我前一世我看见别人都生欢喜心，这件事我想了一想，又想了二想，见人生欢喜心呢，别人看见我生欢喜心，听见我的名号生欢喜心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啊，我们学习了佛法，发了无上菩提心了，常常的呀、啊，修行种种功德，饶益一切众生的关系，你对他有所利益，所以呀、啊，听见你的名号，你就生欢喜心。可是这是大菩萨境界，我们。才学习发菩提心的时候，说一切众生无我名号生欢喜心，这还有一段距离的啊，不是现在的事情。但是这件事呢，应该从现在开始啊，学习这件事。学习人们怎么样学习呢？就是我们看见一切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生欢喜心，这个话呀、啊，不是十分明了，不是十分的明白。如果按我们日常啊与人接触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生欢喜心，有的时候也不生欢喜心。现在说要学习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就是你平常见到人不生欢喜的时候，改变过来生欢喜，应该是这样意思。什么时候是啊不生欢喜心呢？你看见人对你有所伤害，或者你疑惑人对你有所伤害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不欢喜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转变自己生欢喜心，你就成功了。从这个时候你能做到啊，生欢喜心呢，就是这一句经文说的就是这样：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闻我名号生欢喜心，这个愿就成功了。说是啊。我和任何人接触的时候啊，他对我好，我生欢喜心；他要我又对我有所伤害，我就恨他，我要伤害他，那是不能的，那是不能够啊！一切众生闻我名号生欢喜心的，是不能的。要是我们呢，学习了佛法。对佛法生欢喜心，我们呢在佛前发菩提心了啊，我愿意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要饶益一切众生啊，从今天开始我能修布施波罗蜜啊，戒波罗蜜，忍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，禅波罗蜜，波尔波罗蜜，一切的功德回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。你这样发心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做到这件事。别人利益我，我生欢喜心；别人伤害我，我也生欢喜心。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，做到这一点。在六波罗蜜里面呢，有个布施波罗蜜。这个布施波罗蜜我们通常解释是说把我们
我们所有权的财物啊，去布施给他人呢，解决他的困难，这固然是啊是布施，但是其中也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把自己的烦恼要弃舍，弃舍自己的烦恼。这个八正道里面有正念正知啊，正念呢是这些清净啊，这些有深意的这些法门，像四念处法门，各式各样的法门，要明明了了的显现在心里面，这叫做正念。如果失掉了正念，贪心起来了，嗔心起来了，啊，愚痴，各式各样的烦恼起来了，你马上要觉悟，要把自己这个眼悟心呢转变成清净心，这叫做正知，这叫正知啊。正念和正知是合作的。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你一定要修八正道。要有正念和正知，当然也应该有禅波罗蜜，有般若波罗蜜。我们的一念灵明的心呢，接触一切境界的时候，要有般若与之相应，啊，就是说明与之相应，就智慧与之相应，啊，别人对我有利益，我也应该对别人有利益。别人伤害我，我对这个人还要发慈悲心的，要利益他。我不能够啊，去像凡夫那样，他伤害我，我也伤害他，不能这样子。如果说是他别人伤害我，也伤害他，你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，你怎么想的呢？所以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啊，就应该已经想到这里，我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，我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，我不但我的行为呀，不能伤害我内心里面也不应该有伤害他人的心。你常常这样做，好的，经文上说菩提心起，智慧同光，菩提心起，智慧同光。哈，这话的意思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正念呢，这个般若的光明，一次又一次的光明，一次又一次的光明，这叫做重光啊。那就是凡夫菩萨嘛，不是圣人嘛。凡夫菩萨是啊，五千的时候啊，有乌云，虽然有太阳，但是有乌云。正念正知一起来的时候，乌云散了，啊，光明出现了，智慧重光啊，就把这一切的境界，你对我好也好，对我不好也好，都是如幻如化的。也还是《金刚经》说的：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这个无所住就是不执着啊，而生其心呢，就是生出来智慧的光明的心啊，菩提心起，智慧从光。我以前曾经有个妄想，这个经历论上啊，佛菩萨的法语啊，太好了啊，用这个书法家的字把它写出来，把它悬挂那里，是更庄严。是非常的庄严的，我们一看见了生欢喜心，但是今天我又生出来一个分别心呢，用庄严的音声念出来，也是庄严，也是庄严的，也是庄严的。这个佛，释迦牟尼佛好像是大寂静，是大宝寂静，说佛有62种庄严的音声，62种庄严的音声。好，
他要这样的音声啊，为一切众生说法，众生能不信受欢喜吗？但是这都是修来的哈，音声的美妙也是修来的哈。修怎么修呢？先应该发无上菩提心。你有了这样的愿，你就是大菩萨了，不是一般的凡夫。虽然还没有断烦恼，但是啊，你是菩萨了，就是向菩萨学习，向圣人学习，向佛学习，常在佛学。什么时候啊向佛学习呢？就是有人骂你的时候，有人伤害你的时候，你这时候要向佛学习，不能向凡夫学习。你骂我，我就骂你，这是不对的呀。那啊，愿一切众生闻我名号生欢喜心，没有这回事了。所以我们呢，诚心的拜忏呢，也把心静下来，不要有妄想，念这个文呢，也生欢喜心。念的文生欢喜心，拜佛生欢喜心，功德无量。